是每一年都是持平。对不起，我觉得还是要改成用那个折线图来去看，这样子才会比较。点错了。这样子比较容易来去做说明。好，你去看一下哦。当我点了这个塑胶，你有没有发现大概是持平的方式？持平的方式。那这一年特别多，诶，为什么？这可能就值得我们来去思考一下，为什么2021年特别高？是不是因为2021年特别高，那2020年为什么不太高？好，就提供给你们参考。那在这个地方，你也可以稍微看到这样子一件事情之后呢，我们就应该来去思考一下。我现在因为要教那个 cross join 这件事，